Godlike. 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 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我需要武器。 胜利不远了。Godlike， 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比赛结束，蓝队获胜。 有延迟啊，有延迟。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 赛开始，红队拿下首分。 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Reloading. Enemy down. Cover me. Reloading.
队获得半程优势。蓝队离胜利不远了。惨了。进了进了进世间的罗生门最好像陌生人，我们离开后的那个清晨，大雨又倾盆，我们尝尽了世间冷暖爱恨孤独的氛围，我们像两个无助的婴儿躲在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喂，你是哪？人呢？铁柱。啥？加油啊！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没看到人。脱离了。看看有没有车，能不能有辆吉普？应该是摩托车。有人去拿吉普吗？看到了。我掉头了，结果去四盒了，考古砖跟平原都没有，没车，这边没车，嗯，个摩托，两个摩托，哪里？车库也是吗？车库轿车，城中有个吉普，爆头的。我需要武器。我这里有物资，我这里有物资，我这里有物资。我是过小圈，
这个冲锋枪快扩。嗯，加油一点。我这里有物资。OK。多扩容。去个背景的头。我有多个四百。这物有点少，火力枪还有人缺吗？缺缺缺，我加一下。我这里有物资。九毫米四 M 四。我给你丢这了啊，刚捡不下了，把背心都给你们丢这了。你标个点就行。OK。我这里有物资，我这里有物资。三倍，还有扩容。我这里有物资。来了。那摩托车要拿吗？摩托车拿下，不要不要不要。是死了九个人了吗？怎么干不干净了还都？落地就跟着刷了。背筋儿有多的吗？我捡了个三倍，我不要了个三四，我那个也没有了。我拿了个四，前面烟雾弹的，六个烟，背心没了，四个。啊，前面烟的来这儿捡啊！我这丢了三个，这还有一个。我这里有物资。四个烟。来来来，把车开上，准备转了。OK。我们就两个车吧，加上那个爆头吉普。这俩。
没有背筋儿，背筋儿我没捡到啊。要上山吗？山上没人哎。走啊走啊，上山。快走快走。嗯。我拿那个爆头机会。先去先去。吓我一跳你。我操。凝香是酒。来蹦蹦。小虾。听到了。路方。标记了一处地点。他路子应该是走了好像。没有背劲儿。这转车前方有危险，车上是不是还有一个？一个吗？啊，斜坡还有，停的。前方有危险。OK OK。右面山头不知道有没有。下面九下防区，他像被别人打了。屁股被别人打了，这个叫什么？右边 EZT 前方有危险，右边拉一下，谁去？来那个一方去，那开车去拉一下。我等号。哎，木头上车，木头跟我上。来下。等，压过来。这边。没有人，我脚下有一个，能看到吗？一方，你脚下打他，有两个，前方有危险，这个大倒了，这个大铲子倒了，拉过来，一个这儿看到了，前方有危险，一丝血压他，我被原剑抽了，风子要压下来呀、啊。就标记了一处地点，就在这个树后啊，要把这个人顶了是吗？不顶了，我操，对面都倒俩了，只剩两个人了，这要炸！直接先打。被原地打了，原地有个架枪的，我这光着烟下来的。
金尖的带。有脚步吗？你脸上不疼？我有，我就是要压脸上那个。标记了一处地点。原点有个架枪的，主要是。你先爬过来。我得往你那。对，我不能。他救起来了。我们这边也有的啊，别动别动，别卡我，我操，挡住了，山上一起在闪，小心头上啊。压不下来，被远点的抽了。
医生，我说你不戴口罩。这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刚刚的话，其实正面对枪的话，血量是不占优势的。啊，那么这边 YM 直接冲上来了，又来了。YM 我记得在这里蹲了很久了。YM 不是当时还抽掉了 BZD 的一个队员吗？对，拿了一个分嘛，然后他当时走了，但是后来又回来了，因为感觉你这里打了好几架了，对吧？我就回来把这个点。感觉可以回来去都收场了。对。左边山头站 T 二和 DZT。现在就是看哪边的位置比较好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圈刷出来之后高点位蛮少的。是的，而且七二这两个人被封死了。嗯，是的，大家都知道你在烟雾里面是有两个人的，而且是残血。先生们，我发现今天排名靠后的队伍开始变得非常的有杀心，对，反而是靠前的队伍越来越小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开赛前跟大家有说过嘛，就是可能比较谨慎吧。对，但是这种谨慎啊，有钱搏一搏来。嗯，打到 P 城这一点，东北切吧。哎、看到这边 TJD 也算是安全过河了。对，但是 TJD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对，河对岸有人。EOT 走了。EOT 不准备卡一手吗？其实我觉得 EOT 啊，没有捕捉到信息吗？对。EOT 可能想的是这一波如果真给你卡的话，下一波我的进圈其实真的不好进。对。因为这个圈刷出来之后，里面基本上是不包含什么防区的。就是那么几个高点位，高山的一个点位，刚刚是可以去站一下。对，刚刚是不是有所交火呀？因为 TJD 的城池，它的一个头已经是没有状态了。交火是一定会交火的，因为你 TJD 你我不可能让你无伤进到这个圈里面吧？对，对吧？而且 TJD 他们家虽然从机场出来，但自身的装备并不好。嗯，我们的阿队他应该已经在这里站了蛮久了吧？对对对，吧？好像一直给到视角都是在、嗯。然后 EOT 直接就过来了，开了几枪，也是把陈宇打残了。嗯，这一波过点的话要被扫一套。嗯， GW 这边也是过来，现在是三个队伍都在郊区的这三方区里面交火。这边 EB 和 SKR 也在打这么一架，双方这边打了一波一换一， SKR 进行了一波刷屏，直接把 EB 的队员给成功的淘汰掉了。旁边的 MDG 这边能不能稍微劝一手、嗯、因为是有一个反斜在的，第一时间也劝不到，如果要硬冲的话可能他也没有搜集到旁边的视野，也不敢。对啊，算了，而且他背后是有人的，嗯，背后是有其他队伍的，如果是强冲的话屁股可能要出事的。对，但这边 GW 也被伏击，对，收点过路费嘛。对，现在在的一个小炮楼上，是小炮楼吗？对对，炮楼比较安全。MDG SKR、嗯、ZNB 离得都比较近，梦战队和白哥离得比较近一点、啊、ZN 要被锁在这个厕所里面啊，应该被反打了。主要 ZNB 的地势稍微有点低，但是呢 ZNB 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安全区的一个偏中心的一个点嘛。是的，对吧？嗯，一般来说的话厕所中心点还是比较吃香的。 PZD 这边和 TGD 进行了一波刷屏，直男这边是直接打掉了 TGD 两名队员。哇，是 TGD 这边有名队员也是非常很凶，嗯，把对手烧了，自己也烧了。对，哦，看到了。对，伤敌一拳自损800是吧？不好说呀，真够狠。对，猛啊，太猛。看一下梦战队和 YM， 马丁他们在的这个位置 ，ZMB 在这个位置其实有点腹背受敌，而且是三方。但还好，就是现在圈型还没有刷过来，算他们还能再稳一下，等圈型吧。他这个位置如果等一下烟雾散了的话，只能靠这个载具当一个掩体。这个厕所其实不太好待，有可能一雷击响了就因为这个厕所，如果你真的要待的话，对方直接要冲这个厕所，其实挺好冲的，蛮好冲的。ZNB 这个位置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可能他第一时间要选择扎这个安全区，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点位去给他们做了，那你不如其实当时你就直接选一个点就把它冲了嘛。是的，对。而且他们现在一个载具还没打爆，不搏一搏了。对。那其实他腹背也有几呀，这个附近 ，BZD 在 ZNB 的后面，这强有狼后有虎 ，ZNB 挺难的，因为被锁死这个位置的话，好转移，感觉载具要被打爆的七七八八了。看一下下个圈怎么刷吧。BZD 开局虽然不是特别顺的情况下，但是两名队员还是一直存活到了现在，而且拿到了几个淘汰分。哇，这 SKR 压枪还挺稳的，我觉得。确实，毕竟六倍。嗯。这背镜也是比较舒服比较好用的背镜，手握四个淘汰。对，现在场上还剩下34名队员，11个队伍，剩的队伍还是挺多的。看下个圈怎么刷，刷了一个同心圆往北稍微刷了一点点。嗯，以一条马路分为了一个小阴阳。嗯，
那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南边进去的队伍都是有着一个要反斜往那往上走的，对，那可能会被圈里面的队伍卡的有点死，哎，不好进，感觉。我觉得南边队伍都挺难进的。对 ，BZD 的位置也不错，但是 BZD 唯一的难受点就是他只有两位队员，是是。现在你 BZD 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他想强行卡点也不好卡。嗯，是的，而且只能做一个守卫战吧。UT 现在才开始进圈，而且他这次打的比较少，你发现没有？他的一个怎么说呢？正面的应战还是我想救。嗯，哎，真的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感觉的确是排名稍微偏后的队伍，他们这一把打的前期的架打的会比较多一点。对，排名靠前的队伍。这一局打的的确没有那么的多，好吧，对，不能说打的少，就是没有那么的多，心理上来说的话可能排名靠后的队伍就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了。对对， DZT 这边看到了白哥一直在疯狂的抽，对，梦战队趴在这个位置来混烟，但这个烟没有混出来的情况下直接被 DZT 的招魂，这要一颗雷下去感觉要出事了，出大事了，看有没有机会扶一下吧。这边载具不会是直线冲过来的吧，冲过来，因为他们毕竟是两个人，刚刚应该是看见了狂风风的烟。哇，这立威站到高点很舒服啊，而且有反斜挡住，没办法。刚刚在这个高点已经抽掉了好几个。对，现在就是基本上就一个两个战区嘛，北边进圈的那个高点为一个战区，从 P 城下来的那个山一个战区，然后一个南边那个反斜一个战区，这边给到我们的就是 YM。在我们的南边就是这个山，这个山下去的话估计得打一架吧。对，狂风他想是绕一个侧身位，嗯，给到双枪线的打击。是是，外面现在人数有点不够。对，只有两位，不然其实他们肯定会分人去一个侧身位的，嗯，因为他们很喜欢这样的打法。对对，他们昨天就是这样。 但是自身的软体已经不够了，嗯，感觉如果软体没的话要被打掉了。但是梦泪抽掉了 SKR 的狂风。哦，狂风是一个 RA 侧点位的一个点。是的，那这样的话反而给了 YM 喘息的一个时间，而且还能再把它补掉，吃了一个淘汰分。嗯，但自身的补给品就没了呀。嗯，这波架该打，看他能不能去捡一个包。 UMP 四五扫好像不太敢舔。对，包的位置应该是，哎，但是旁边 YM 梦泪，哎，又是梦泪，梦泪又是拉了一个侧身位，直接打掉了对方两位。那这样的话 SKR 反而是处于了一个小小的劣势吧。对，然后正好圈也刷过来了，嗯，有可能 SKR 会放下他们的队友让他们走。看一下这两个人皇城 PK 吧。哇，对，又是一个侧身，还有一个提前枪，但是刚刚拉出来被 SKR 的青衣看到了。没错，是的， SKR 这边能留下应该只能留下青衣，因为青衣没有办法去扶他两个队友。嗯，青小圈已经刷了过来了。对，现在 DZT 拿到了阿豪的这个淘汰分，是很舒服啊。立威这个位置其实立威已经等了很久了。对，这个就是身为一个独狼的基本的自我修养嘛。对，对吧，就他在高点坐山观虎斗嘛，你们打嘛，跟我又无关喽。对，对吧，其实他一个人就给队伍拿了四个淘汰分。是，这把手握着七个淘汰，也给 DZT 拿了不少的一个分数。那南边的队伍现在进的怎么样了？南边的队伍不太好进，是，嗯，感觉都要扎堆起来了。对，还炸掉了一颗雷，白哥。嗯，对，主要是这个农田上面掩体非常少。嗯，你要说圈在这儿，它基本上就不可能动。立威的位置非常好，大弱侧呀。嗯，但只有一个人，实在是的。UT 现在三个人在一个小厕所里面，很慌，门也爆了。这个厕所好像待很久了，瑟瑟发抖。对，我记得这个窗好像是打不了，但是现在信号圈刷过来之后的话，这个厕所也不能再持续性的作战了。是，对，看看能不能借助这个怎么说混战当中去找到杀出一条血路吧。确实，但他们现在人数还是可以的。嗯，哎，那边开载具了，这边兽这边是打掉了 GW。 是的，南方的队伍已经在打了，但是现在其实给了已经到安全区里面的 MDG 很多的一个站点的一个时间。对，南边的队伍哪怕这一波打完，感觉还是会被 MDG 和这个白哥进行一个小小的抽吧，就看南边的队伍谁能进吧。这边就是一个混战了，阿战队现在还剩下两位， ZNB 的位置稍微好一点，嗯，感觉。对，因为 ZNB 算是拉出来了嘛。对，拉出来了。但是 这波MDG 的一十一是直接进行了一波刷屏。嗯，是，哎，李维刚拉出来想利用走位。嗯，
这么远距离，远距离对枪是可以的。对，被 MDG 给看到了。MDG 就是知道你南边在打架嘛，所以你看他进行了一个三幺的一个分线，就把那个幺其实拉的还是蛮远的。那个幺大概看到了白哥，对吧？在找白哥。他们这边也在盯空投嘛，肯定是怕空投被剪掉。嗯、确实、嗯，白哥这边，嗯，哇，这决赛圈的分战。现在才阶段六啊，阶段六的一个分站其实蛮少见的，就已经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哎 ，MDG 这边对白哥也要进行出手了 ，MDG 位置还是很好的呀、啊，主要是 MDG 从东这把是从东边进的嘛，的东边进了之后，当时北边打完，然后就剩下一个独狼了，然后南边一直在打架，所以没有人可以去劝住 MDG 在点位里面、嗯。对，而且白哥在的那个位置其实一开始安全，是因为他们把附近。同一水平线的队伍清掉了，对对，只要有一个队伍比他们地势 高，立马就把他们打了。MDG 刚刚那个拉出来的点位的那个队员、嗯、地势就要比他们高一点。是的，这边是我刚才我看到24发北单、嗯、那这样的话 ZNB 和 EOT 还是要决出一个队伍进圈的吧、嗯、那还是看下个圈怎么刷吧。下个圈是往北还是往南呢、嗯、还是往西还是往东？应该会往北一点。嗯，接下来全球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MDG 还比较稳的，但是 BZD 的出言打掉了 MDG 的一个队员BZD 的直男、哦、对 EOT 出说、哎、你怎么 笑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提到出言的时候非常的兴奋BZD 的出言又打掉了ZNB 的大鹅也倒了被淘汰掉 BZD 出言他又单人站出来了吗？给到 BZD 出言的视角，BZD 出言又打掉了 ZNB 的小松。我觉得 EOT 和 ZNB 应该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BZD 会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威胁，他们可能互相想，对于 ZNB 来想的就是我的威胁就是这个 EOT 嘛，对对，但是没有想到外置位的出言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导致 MDG 也开始对 EOT 出手了。但 EOT 他们在利用载具进行掩体的情况下、嗯、其实很容易被打爆的。确实，这边看一看他们这个载具已经开始冒烟了、嗯、出言被扫下来 ，EOT 这边感觉有点进不去了。直男想横冲直撞，但是直接被扫了下来。嗯、是的，那么 MDG 这边其实很恐怖，你知道吗？他还是一个满编。对 ，MDG 这把太舒服了，对，直接冲就好了。剩下的队伍四打二，四打一，四打一能扶起来吗？扶不起来，不会。哎，一车撞过去，撞掉一个，拉了一下，让我们恭喜 MDG 成功拿下了我们今天总决赛第二天的第一场比赛的蛋糕的胜利，谢谢，恭喜。恭喜 MD。 这把我觉得整体打的还是稍有一点点小乱，对，这把节奏非常快，对，你知道我们才阶段七，嗯，昨天我们每一场比赛基本上都是到了一个梅花桩的，哦，梅花桩都直接全缩完，对对对、嗯，那其实这场比赛的话主要就是北侧那个点的话 MDG 在阶段六的时候已经站得非常舒服了，是的，嗯，前期的话是有一匹独狼把他的一些有威胁的人全都给扫下来了啊 ，DZT 的立威，对 ，DZT 的立威，那这样的话就导致 MDG 他们可以利用着这个人数上的优势和弱侧圈型的一个优势来拿到比赛胜利。我觉得MTG 的立威这一局帮了、嗯、就相当于反向帮了一手这个 MTG， 对，是因为我觉得 MTG 当时应该没有想到我这个进圈怎么这么舒服，北边没四马平川，对，而且他刚在圈里面扎好点立马就看到了低点位的一个白哥，对，然后把白哥也守住了，知道当时白哥刚刚我前天就应该死早点的，还可以，他挺弱火的是吧，对，他弱火还行，但是最后还是被 MDG 的拉出来的那个队员是抽了两下，而且最后一波其实我觉得 BZD 再加上这个白哥还有 ZNB 还有一个队伍是 EOT， 这四个队伍其实打的算是特别的焦烈焦灼，但是就是给了这个 MDG 一个机会，机会，因为南侧是个大强侧，对。但这把我觉得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就是这一把的整个的独狼表现都不错，对。那你从这个立威，然后再到 BZD 的出言和直男，虽然不能叫独狼，但是也只剩下两位了嘛，是，就是有残编队伍嘛，对，残编队伍这把表现都还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场的比赛是到这里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那马上会迎来我们整个的一个秋名山杯的海岛地图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还是有我们的一个 highlight，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highlight， 一起看一下。
神仙配合，我操！谁觉得？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加油加油哎。第一名起来的。嗨，随便打吧。哎，这是有一队吗？头顶儿，那是拿车的。有两个，往右飞了，往右飞了。哎，头顶还是有两个。左上，还在往前，不像是我们这飞的，他往右拐了。有吗？没有吧？都转点的，往右边马路去。后面没车。来来来，请先过来。要干人家？走走走。有把枪？没枪。全头吗？你在马路上等着。我直接把大炮。往右边，我应该往那边，往建筑府仓打野的可能。哎，这跑摩托，摩托过来。一个，我几个人没看清。你们都枪都这么好啊，不知道停没停。哎，停了。哎，好像就一个过来了。嗯，还有一个。没有，有人，有人，有脚步，有脚步了。外面围墙，外面一起一起一起，直接一起上，那人不多。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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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这里救，不要在这里救，不要在这里救。我拉烟，我拉烟，再不进。把包打上，下一位。要包有吗？有有，车底下，没有，车底下，车底下，过来过来。
我们回去呗，直接回去了。回打药打药，那直接走吧。打药啊！打，接着找下，下面的还有两个。那两个应该在那个在右边。你要抓那俩吗？啊。那平原上。他俩应该往在谷仓那边。正前方那大谷仓应该。他们可能没有车。哎，跳下来了！看到了，跳下来了，谷仓跳下来了。大残，平房是什么？左边，找到他，另外一队的，不是一队的，脸上脸上，打俩了，我得把他补了。这个来了，来蹦蹦了，我架着点。应该在那平房停了，平房右边那个平房听到了，有怪了，你补了，没雷，平房还在，打三个，有那个吗？有这种残了，残了，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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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压，他想跑，今天还有一个的应该。我不知道是在你那边吗？我没看到。我感觉在你那边啊，刚刚才。这车开不动了。最开始我听见一个脚步。打倒了呀，第一个，第一个就打倒了。不是，这个人是开车来的，还是要开车走？然后开车走。开车来的，这个开车来的。那他这个人应该被他打死了吧？可能就这个人。啊，周围应该还有三个人，来跟我排一下平房排一下，走。哎，哦不对，这个蹦吧，我先。没了，这里两个人，本来两个人，应该不太可能，又来了一个，三个的话，回收。接一下木头。感觉除了一方稍微清醒一点，剩下两个稀里糊涂的。哎，左边小兵有车。左边有车啊。怎么说？停那个。先收。停小兵。不管。我这里有物资。一，你们谁搜过了是吗？是。我没搜了两房子。有了，
塞板给我标一个。好的。我这里有物资。这应该是你们吧？我看。有了，拖塞板。五六枪还有人缺吗？有了，是。我这里有物资。我叫他们来交。OK OK， 赶紧把你们那个二厨房那车挪一下，别被修了。好嘞，我他们不都在这铺开了好像。哦，那我直接挪了。脚上还有一辆。哦，看到了，在动，往也往德中甲车库那儿开了。我们四倍啊，对这儿。我这里有物资。OK。我这里有物资。停在那了。假设服。开车，马路一横那边，飞扫两个位置。有车上教堂了，走走走走走，咱们的车呢？我们车在这儿，就在脸上，厕所。我没有啊，去六宫吧，车没有了，有没有的加一下。加好了吗？我也没有，我操！你们有油吗？都没油吗？没有吗？没有，我都没看到油。我操！不是吧？真没看到油。五艘了吗？五艘了。这就离谱了呀！前方有危险！三个，三个。四个冲击枪，找找油吧，先不打，要不然待会转点都转不了。我油应该还自动拾取的，我准备拾取，我估计要命了，有点力。
们前面那个三层楼也有一红警。我这个独栋就有一个。哎，我有油了。那快快来快来。一恒又人狼，一恒有一个，这我们得从得绕一圈的吧。OK， 晚上啥事儿了？看看这儿吧，怎么看？哪儿看呀？你得走往二走啊，六宫。走。估计有人了，赶紧吧。我怕你被饺子姑干了，饺子姑走了，我去教堂了。OK， 右边封烟，我右边过了个蹦蹦。哎，右边有蹦蹦，右边有个车，两辆蹦蹦。哎，打得开，这是打得开，两辆蹦蹦，四个蹦蹦，压不下来，压不下来，走。右弓有人，别过来，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往我这上面来，上面二房有人，六宫有人，听不见吗？我这上面有人，继续往上转。好的好的，他们来打我们。这转移太远了，我操！来我这儿，打完了他，打上面，打上面，别打后面，别打后面了。前面有个停的，应该。姐，停住了！走，下雷了，下雷了，下雷了！在拔雷呢。这小前方有危险。跟一脚，跟一脚。扎了一颗。啊！这把哪个状态？跟在梦游似的，我操，这玩的啥呀？这房顶能上吗？不好上，不知道后台有没有人。算了算了，一会儿再上吧。把车挪过去。这下面不会有人吧？没脚步吧？下面刚才没清啊！我等下就排一下。我们左边出来人了，有人早就出来劝架了，哥哥。这队不是直死的呀？人开蹦蹦转过来的，哥哥，我是最先到的。知道了，好的，好的。又没油了，包里有油吗？没有，去加油。前面有辆吉普啊，可以拿一下。我标记了一辆载具。能蹦子够。去吧，前面这个坡站一个。前方有危险。看蹦蹦去。那我去。前面位置有人在封烟啊，他应该扎那儿了。落地一个自闭烟儿，你得再往前走点，木头。
那个位置不行，一会儿要被他抽，就要去这个。前方有危险。我那里好像也要被抽，那里要被防区，防区抽得到吗？我记得那是有被波的，好像。那里，嗯，那被波有人了。我到那被波很危险。标记了一处地点。你的位置，右边打你。我标了。右边的烟里有人呢，前方有危险。没事，你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嗯，我在看啊。上上那小坡。心态炸了，救不回来了。哎，能看见人了，刚才封烟那个位置。抽弹。趴下了，倒了，安全，把车路都进啊，路边边就少了，别被那个防区修了啊。阿芳，你先在上面待着，嗯，小心左手那个坡。我先走去压一圈。嗯，这边安全。那你就待那边，那你就待在那边，只要你车保 保住就行。在三点，我看着废墟那个三点，个人。哦，其他咱们看见了。我这里有物资。从新源，咱们那打房去了，硬打了得。这圈没得打。他们先打吗？还是我们先打？看有没有人去打，有人去打，我们先下。我先可以下去看看。先别去，下去车给你抽了。背坡那个人多不多？背坡那队不知道，可以下去看看。背坡那个人多不多？来来，他要骗我们的话，我们只能先打他们。先把右边的坡这一队给他清了。我先直接下一圈看，别过来，别贴我太近，别贴我太近啊！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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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雷了，扔雷了。下车安放，下车打，看到了，看到了。没打枪，原地有人。起个烟，起个烟。给他起个自闭烟。烦到他，烦今年这个有人啊！抓过能抓吗？你斜二身抓，我往左边拉一下。操！我没油了，我的火车。他那有掩体吗？他没有掩体。有个车。开车走吧。好，底下走了他。往底下走，对方去。还要打一下，他在那个树后面，然后我看能不能给他炸了。不行，我们就清背坡吧，背坡人这么多。两个都在那个树。哪个树？哪个树？精确标。标记了一处地点。这么近？对。炸他呀！再打一个。丢了。可以顶了，感觉。我要打到两个，可以。你打药，你这样。他直接把自己补了。这个坡在圈呢。加右边一个，右边一个。有没有人？右下来了。过来打他。啊？我操！一丝血破枪。不是吧？两个啊，两个，很残的。好了一个，后面的，
我操！我经典没打完呢。前面有两个呀。直接顶好了。今天没打完，犹豫啊！而且他四个人四辆载具的情况，对，我哎，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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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 冲了，冲了，冲 YM 来了，但自己先被打倒一个。是的，这一波一定得冲，这个就是 LV 果断一点，圈会对圈里面造成一些影响。YM 刚捡了一个空投，笑了，我操！但是 YM 一瞬间只剩下张飞一个了，回身直接被 LV 的花臂给收掉。那 LV 是成功的把这个位置给抢到了，笑了，笑了，我操！还能把队友扶一下。YM 是不是刚才少人？嗯、他们应该是个残编，对、嗯，应该不是满编，不然这波被冲的有点太快了，好吧？对 ，LV 很蛮果断的，第一时间感觉到了枪线的打击就冲了。TJD 也来了，对，嗯。TJD 因为他不想走整个安全区西边的那个高点，可能他当时搜集到信息就是七二是在上面的，对，那还是我混这个烟然后往废墟里面给你打一个近战会比较好打一点。是的，那么 DGL 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是、后身偷了个背身，对，绝绝子，我操，直接收下一位 SKR 全部被淘汰。我跟你说啥，接下来就是面前的一个 DGL 了，他们是在这里占据了非常久的时间。对， 对 DGL 这把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最有机会、活下来的，是，但是 EOT 在废墟里，所以我觉得 EOT 和一个 TJD 可能会先打一波。对，对，就是等你 EOT 和 TJD 打起来的时候 DGL 再出手就可以了。对，而且这个位置别的队伍也没有办法限制到他们。 TJL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个满面、而且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这局的一个排名还是会很不错。嗯，看一下物资，嗯，现在圈里面队伍除了废墟以外，其他三个队伍占据了，分别占据了小野区的这个防区，然后，整个我们的西边七二这边是占据了最后的一个高点位，是龙云山下面的这个小高坡。是，新圈应该会往南刷一些吧？下个圈应该会刷出废墟，我觉得有可能还是要刷到 DJL 那边。然后刚说完，哇哦，这圈我感觉我看过，然后下个圈继续往 DJL 那边刷。哦。对吧，看过，跟昨天差不多。那 ZNB 和 DJL 都蛮舒服的，一个是占据防区，一个是占据圈中心的一个高点，也可以很，对，但是 LV 他这个防区再往前位移的话，如果再进到前面那个小房子，他、能所获得的视野太少了，对，他也没有办法去冲掉这个 DJL， 就是冲掉废墟的队伍。这把还是 DJL 舒服啊， DJL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把下面队伍卡得挺死的。对，而且他们家一个站位来说的话，能顾前又顾后嘛。嗯，确实，但是在我们西边当时不是有一个队伍是七二嘛，他占据龙云山下面的那个高坡，七二这个位置估计要动了，冲到了 UC 的脸上。对，七二应该是知道前方的防区是有 CNB 在的，那先跟UC 打一架。嗯 ，UC 身为一个原住民，是一个低点位，但是这个位置是有了一个反斜的，如果你要想打到我的话，你也要需要露出自己的头部，所以七二也是不是特别的。敢吧，还是在打这个扔这个投注，看能不能偷一偷这个神经枪。对，做一个迂回战嘛。对，有个队员直接拉了一个侧身，两边都是一个满编，对吧？对吧？七二和 UC 都是满编。对，都是满编。但七二这边状态不是非常好，不过他们补给还是非常充足，六个烟雾弹补给还蛮多的。要不然走了吧？不走吗？能不能？马上笑圈就刷过来了。而且他们脸上还有一个队伍。对啊，就是你们这一波哪怕打完之后，你要想到的就是 ZNB 还是能把你们给卡住的。是的，走了吧。是，就是还是这个 UC 的位置，地理位置选的不错。还不想走吗？还不想走，还想搏一搏。嗯，就硬打这一架。对，是的。哦，这个投掷物四颗雷，终于七二清风的一颗雷轰倒了两个，再加上七二的木头轰倒一个。哎呦，八个淘汰分啊 ！UC 的白弟弟，雷神啊，也是把我们看看木头视角，木头在干嘛？哎，那这样的话 ，UC 贴过去了，可能他们拿了想转移，已经卡住了。扫车，位置卡的也很不错，没错。
觉得自己走不了的时候，直接跳下来，对，直接跟对方打就好了。正面打的话不一定打不过的，他们地理位置一直是占据一个优势的呢。反而七二这边是被反抽了一波，被淘汰了两位，然后再被打掉一个。那这样的话 ，ZNB 也对，也动了，也动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这两个队伍现在打起来，你给 ZNB 太大的机会了。ZNB 一定会动的，但他们如果直接过去进圈的话，很有可能直接就碰上 ZNB 了。这个时候就是抉择嘛，对，谁最后动，其实谁才是那个赢家嘛。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这边 DJL 白起，看到我的，希尔这都说来了，这把这个投掷物感觉立了很大功啊。是的，是，这都输了，投掷物了。UC 最后一名队员被信号驱手绝了，烟是真多呀，是的。ZNB 有没有去把他们包里的六个烟雾弹舔了？刚刚空投也是落到了 ZNB 的一个视野范围内，可能白瓷和他的队伍要去进行一个怎么说呢，移动。嗯 ，UC 现在刚刚也是在安全区外倒下，因为不想给对方这个淘汰分。对 ，ZNB 再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下个圈怎么刷，我觉得还你看你看你看。我算我估算的准不准，对不对？准，就还是 DJ 这个 DJL 那一边，然后下一个圈可能再往那边再刷一次啊，没有了，没有了。说实话，因为 DJL 他们之前就是圈和航线对他们一直都不怎么友好，对，也该他们就是走走运了。就是的，这种圈在我们海岛地图这个四天的比赛当中，估计得出现三四次吧。对，就是最后刷到一个高点位，然后低点位的队伍根本就动不了，很惨，嗯。很难受，很多次都是这样。除非这几个队伍打一手协同，想强突吧。看看 OT 这名叉 DD 能不能就是成为最猛的一个独狼？身为一个独狼，这边要跟对方混这个石头，但是第一时间自己的位置没有找好，还是被果酱收掉了这个人头，收了一个提前枪。哎呦，城池刚露头就被打掉。队伍要来冲 DJL 了吧？对，我感觉几支队伍要一起冲的话，也不是没有机会的。但你走我旁边，我不可能不打你吧？对，确实，这个就是他们想的，没办法。TDD 这个烟铺的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要混这个烟了？DJL 的白瓷这边枪线打击，对对，其实把这里看住了，基本上 TJD 就出不来了。嗯，你可以看到他在门口虽然铺了烟，但是不敢往前走。我感觉比路人还看好他们这里的，然后剩下几名 TJD、路人稍微都能配合一下。嗯，得走了，得利用软掩体进行一个软墙了，烟墙。哎呦，但 DJL 这边枪线拉的还是很开的，是的，三幺的一个分线，没有人可以劝住 DJL 这波架，好吧，唯一能劝住可能是 ZNB， 但 ZNB 这个时候一定不会冲的。LV 有没有可能、啊？疯狂喷烟。LV 有没有可能抽一个后身位？刚刚说完，是的，上了，对，应该是被 LV 打掉了两个，但是 DJL 这边白瓷也是直接抽掉了 TJD 的城池和化武，嗯，也算是给了 TJD 一个喘息的机会吧。对，是的。但 DJL 这一波能不能守住啊？前后的一个夹击 ，LV 也在，然后前方的自己的前方的刚刚这个 TJD 对吧？也扑了过来。DJL 现在基本上就被分隔开了，对，这边三名队员已经倒了。主要是他这个高点位还没有那么高，你知道吗？跟我们之前的比赛的这种刷图还是有点不一样。他这个高点位只是一个，他不是绝对的高点，对，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位。是的。但 DJL 这边还是有着优势存在的，他这波能不能守住吧？拉出来，这么一打一。打赢了，花臂没有打过斗鱼这边，我们的小闹腾来自 DJL 的队员也是直接收下了 LV 的人头，最后队友没了呀，嗯，还能利用混烟打一波遭遇战。那这样的话 LV 和 TJD 可以同时冲呀，啊，可以同时冲这个 DJL。 那 TJD 是不是现在人员已经编制不多了呀？嗯，已经冲到近身了，对，近身了。现在 LV 应该是想先把队友拉起来。嗯，哦 ，LV 一颗雷收到了八个淘汰分。嗯，雅星星被 DJL 好像是被收掉了三个人。又只剩下一个了。那他们还是想闹腾。哦。那那边就是白瓷和 TJD。那这个点被 TJD 占掉了呀。嗯。对，毕竟是一个人守一个队，有点难。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伏笔，就是 LV 是有可能冲击到这个DJL 的，对，然后 DJL 现在化武也是冲过来了，嗯，想闹腾现在有点难，反而现在是 TJD 和 LV 是一个三打三，对对对，那如果这边能打起来，可能 DJL 这边能收一两分，嗯。哦，他们再看看旁边的一个 EOT， ZNB 的马丁一颗雷啊，又是收掉了 EOT 的晴天。这个熟悉的位置，器具站住了。对，
现在场上剩的队伍还有五支，还有一个满编队在的，满编队是 ZNB 吧 ？ZNB 一直没有不是配合的原因，个人意识的战斗当中，对他们的站点一直很好。这个防区从阶段五刷到现在了吧？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动过，不知道怎么打。反而是东边的队伍现在挺难受的，而且 ZNB 现在感觉是一个可以抽点了，但是 ZNB 能不能第一时间把所有队伍给劝住呢？这边 TJD 是把 UT 给淘汰掉了。LV 和 TJD 还是要打这么一架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是给了 ZNB 很大的一个机会。是的，DJL 还有一个独狼，那场上的话是四打幺打二打三，感觉 ZNB 现在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去了啊。是的，因为这边三个队伍打得非常的激烈，他们有没有发现 ZNB 那边？但是刚刚说完 LV 这边是反手抽了一个 ZNB 的大鹅，大鹅是大鹅吧？对，大鹅，大鹅被打倒了。但是浮生也被击倒。是的。想往上动的话还是有点难，因为 ZNB 已经占据了阶段久了水平的平面的整个的一个枪线的一个提前枪，对，而且他们人数上是有优势的，没有选择去扶，谁在圈中心基本上谁就是能活得最久了。 是又是一颗雷，是直接收掉了 LV 的浮生的炸倒对，还没收。 ZNB 只要两个人盯两个队就可以了，不可能很难扶了，没了呀，因为 TJD 这个时候肯定要冲的。小猫腾现在在偷偷收分，看到没有？对， TJD 这把应该是想多拿一点分数，哦，这回合战 ZNB 给到的一个压力实在太大了。是的，现在场上还剩下最后两个队伍呢，让我们恭喜 ZNB也是非常平稳的拿下了我们今天第二场，也是我们整个最后一场的海岛地图的一个比赛。很刺激。我发现这两局拿到这个蛋糕的队伍其实都是那种在圈中心然后找到一个点位，保持住了自己所有的战力，然后看底下的人在打到最后自己出来收。对，其实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后这个圈其实跟我们前面尤其是昨天比赛，其实那一场你在的时候也差不多，但是呢他那个点位就是不是很高嘛，没有那么高， 对吧，就导致 LV 当时是能对这个 DJL 造成威胁的影响的。因为 DJL 他们那个位置虽然蛮不错的，但问题就是说他前有狼后有虎嘛，有一个 TJD 还有一个 LV 两支队伍，他们应该是分散了，对，被完全分隔开了，所以就会被慢慢的蚕食掉。其实我觉得 ZNB 这把在当时南边那两个队伍要进圈的队伍互相打了一架，然后 ZNB 把他们收掉，然后下个圈又刷到那的时候，我就觉得基本上已经稳了。他们稳得住，他们真的稳得住，他们在那个防区基本上要我也不动啊，也算个天命了吧。我不动，我绝对不动。对，也算个天命了吧，我可能连枪都不会开。对，我就在那一直待着，好吧。对，是的，就等到最后圈就好了嘛。主要是 LV 当时也选择冲了这个 DJL， 没有选择去对 ZNB。主要是他们当时如果要去冲 ZNB 的话，前方是一个平原嘛，也不好冲。对，那这样的话，恭喜我们的这个 ZNB 拿下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我们秋名山杯 S2 的最后一场。没事没事，兄弟们，还有三把啊，还有三把就解脱了。我们第二场比赛的 highlight 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还是有着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第三场雨林的比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 highlight。
150分钟，这多少？2个小时。150分钟，2个多小时。更加严酷的特训，记住，守护和平始终是我们的使命。那就开始吧。在未知的环境中，激发潜能，击败对手。过硬的身体素质是生存的根本。欢迎力哥，晚上好力哥。真正的战斗拼的是智慧。谢谢力哥的飘雪大火箭，谢谢力哥。感谢力哥的飘雪火箭。这是真正的三维空间，危机布置四面。只有爆发最强，
才有可能站在梦想面前。很短，而且 LV 这边是已经掌握不了什么太多的一个视野上的一个主动权了，现在慢慢的往前这个进到这个安全区里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白哥下一波的进圈可能要被稍微的卡一下，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北边环球这边还剩下一个独狼，然后阿战队这边也剩下一个独狼，这时候倒下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安全区也在进行搜索，感觉就已经有点难救了，梦这个时候也出手了，我刚刚说完梦这把如果想进圈必须冲第二，但是他这一波冲 DR 找的时间太好了，来说 APC 这边已经碰到 LV 的花臂， LV 的花臂先被 APC 的布兰科直接被击倒了两位， APC 的布兰科直接进行了一波刷屏 LV， 可以是他吧，那个凤凰和 YG， 但是从我们的上级上来看，但是也没有队员能过来稍微的补一下，哎，阿豹这个位置还可以一个人顶住了压力，再拉出来阿豹，you
喂，你再不是我卡了吧？我操，什么情况？你用我？这么久啊？不知道。这不到二十几，这都35了，我去。还有个没来。这放弃了吗？改命没来，哎，我卡了呢。他们说那人是个挂。两个号都疯了。
哎呀，咳咳，还不开。清点没有说啥呀，咱们开挂清零吧，积分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踢出去，我操，这不知道来干嘛。
所有存疑的选手这边会临时禁止参赛，我们这边会收集信息并且提交给官方，之后确认是否存在违规行为，若确认违规，本次赛事积分全部清零并且不能参加之后赛事。那怎么违规了？不知道，版权没了也只能说存疑。牛逼啊，DJ 这是职业吗还是什么主播呀？不知道吧，野队吧。野队，嗯，估计是野队吧，要么陪玩队啊。没了呀，我操。这么久啊，我操。准备好机器。